为宣传台湾文化，驻纽约台北文化中心宣布，从即日起到29号的周一，推出台美流行音乐巡回演唱会，在纽约跟波士顿等城市巡回表演，欢迎美国东岸的民众把握机会。驻纽约台北文化中心表示，活动邀请到多位台湾歌手，包括了原住民歌手王洪恩、新生代歌手和客家乐团吉娜罐子，而且节目内容包括了国语、台语、客家语、英语跟布农族语，透过自作自唱来呈现台湾丰富的多元文化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上演唱会官网查询。